让卢王国际实质会在县议员林芳瑜促成下，那卢王国际实质会长林雪芬也带领干部们于本日上午参访南投县议会，而因议长何胜峰另有行程，则由南投县议会秘书长陈国忠代为接待，表达诚挚欢迎，并带领贵宾们参观资料馆、议事厅，认识县议会的组织架构与历史沿革。感谢我们林议员他的就是推荐啦来拜访我们的议会，我们的何议长今天特别来这边介绍我们的里监事了解我们的议会的运作这个概况因为我们都是在地方不知道说议会的运作是如何为这个人民的服务现在我们的里监事都非常的了解，谢谢我们的何议长能够招待我们县议员林芳瑜表示，那卢王国际实质会是国际性的社团，也感谢县府及议会的接待，让实质会的成员们对于议会的架构以及各项事务更加了解。实质会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社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以及我们南投县议会的接待，让我们纳鲁湾国际狮子会的师姐能够到这边来参观一些我们的议事运作，了解政府为我们做些什么，还有行政单位以及监督单位的不同。县议会可以说是一个民意沟通的一座桥梁同时让他们了解一些我们的整个基本的架构跟运作。在县议员林芳瑜的促成下，那卢王国际实质会成员在会长的带领下，也于本日上午参访南投县议会。林议员也期许实质会的成员们能够借由此次参访议会，对于议会的各项事务有更深入的了解。记者邱明俊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